姐，大女哥喊我去耍，我走了。大女哥，干嘛你半天了？原来你在这里。就是你梦，你看到我在钓鱼吗？你这技术，你都把鱼钓得到吗？别说，我今天来钓到鱼了。嘿，还凶呢？我们比一下不嘛？来嘛，比就比嘛。大女哥，你桶大了，鱼都跑完了。你桶咋大了你们？我不晓得你。你咋一下钓这么多？分两条给我。不干，我走。没对哟，是不是你把鱼给我拿去拍了？站了。这是我平时是钓的，为啥子要给你呢？姐，我回来了。你别惊风火吹了嘛，硬是有狗在撵你嘛。狗倒是没有，一直有个牛在追我。我叫鱼来了，姐，幸好我跑得快，不然我们今天直接吃素了。吃素吗？就当减肥了嘛。